车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要阳光穿梭成雾和微风，骑着车追逐的青葱记忆中，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与喧闹的生活不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改变未来模样，有谁知道不声不响。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想快点长大，有人等待，有人去他乡，未来多漫长。如今各自走过悠悠的时光，我们都长大，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不用再流浪。当年提出的问题慢慢在岁月之中找到答案，谁追过梦不留遗憾，最后回到这终身爱的地方。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想快点长大，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不用再流浪。哒啦哒啦哒啦。素年他是怕你再次为他放弃一次机会，所以才狠下心跟你分手的。他也很难过，家里安排的相亲他也都是只是敷衍而已。当初虽然是他提的分手，但最后决定要走的人是我。在国外的这些年，我俩从来也没有联系过，这次回来也是我自己决定的。他现在过得好好的，我不想打扰他。再说了，说不定他都已经不爱我了。爱不爱你，你自己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哎，行了，我俩的事你别管。行吧，那接下来几天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你干嘛去啊？我要出差了。我得走了。素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走了。小雪，我走了。素年，你寄过来的东西我给各家都送过去了，都夸你呢。素年，小雪她不太好，但她不让我告诉你。怎么了？她回国了。怎么回事？莫海那个王八蛋骗了公司的钱，让小雪当替罪羊，害她签证出了问题，银行卡也被冻结了。现在解决了吗？都不知道，还有更惨的。她一急就晕了过去，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生病了。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吓坏了，他脸色苍白，呼吸微弱，现在回国做手术去了。给我地址。行，我发你地址。喂，又忘拿什么东西啦？小雪的声。喂，怎么样了？为什么做手术？生的什么病啊？
我没事儿。还瞒着我？我没有瞒着你，我没事儿，你回去吧。我回去谁管你啊？我自己可以管好我自己，你走吧。你都被骗成什么样了？还生了这么大的病，这叫能管好你自己吗？我怎么不能管好我自己了？你凭什么管我呀？凭我是你的素年哥。素年刚才不在这儿了吗？小雪生病了。小雪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问问呢。你回来，叔叔阿姨知道吗？知道。你出门这么多年不着家，回来还一直瞒着，你想过他们的心情吗？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爸妈看见了只会骂我，我不敢回家。骂就骂，我疼你。苏年哥，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我一个人在国外，我过得挺好的。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医生，一个人。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放我一个人走啊？以前你一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你看过了，听过了，经历过了，这次不会再放手了。素年哥，我好想你啊。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好想你。我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陪在我的身边。在你身边，你有想过我吗？你是不是都把我忘了？凭你亲过我。
喂，妈。妈什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不是，你刚才说你跟苏年把苏年怎么？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来，把这事情跟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啊？妈，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我没给你打，是你打给我们的。小雪，是你打来的，是吧，老郑？那个，小雪，那个这电话呀，是你打过来的啊？郑叔叔也在呢。啊，在，那个，我们三个人都在。这个事儿呢，出的比较那个，小雪，就这样啊。我们家呀有一套老房子在外边租着呢，这素年呢每月工资呢他就死工资也不多，这租金他也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从这个月开始呢，我把这个房子这个租金呢我就给素年，我让素年转给你啊。爸，别帮腔了，我自己行。哇，这事儿有点。你走吧。我去哪儿啊？回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这刚做完手术，谁照顾你啊？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你赶紧走吧。医生说我都可以搬凳子了。这可不怪我。那我走了。等一下，苏年，郑苏年，哎，医生，你怎么来了？没事啊，喝酒啊。啊，那个，改天吧，我今天有点事儿。藏人了，我得去了。哎，小雪。啊？小雪，你俩。可以啊，兄弟，几年不开张了，开张开会大了，把他等回来了。嗯，行，那不打扰你了啊。这个酒，助助兴啊。哎，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快走吧。苏念哥，不要走！怎么了，爸爸？我在呢，别怕。梦到什么了？梦到你给我做了一只好吃的。让你美梦成真。这么丰盛呢？哇，素年哥，这些菜就你做的呀？是啊。
这些菜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哎，这不是你菜谱上的菜吗？对呀、啊，在国外的时候用上了吗？没有，在国外的时候工作太忙了，都没有时间自己做饭。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嗯。喂，林诗音，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呢？你看你说的，我不得确认一下，你今晚是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啊？两个人。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想在你家呢。哎呀，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就没时间回去。那我怎么办啊？我衣服还在你家，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嘛。那正好啊，让宋杰哥养你啊。啊，没信号了，我不跟你说了，拜拜。哎，喂喂。哇，我养你啊。明天带你买衣服。好啊。快吃吧。怎么了？你是不是给其他女生也做过菜？可能吗？那我出国那么久，你没有想过跟其他女生在一起吗？没有啊。那如果我不回来了，你怎么办啊？那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苏年哥，没 seen you, no better place to go. I'm more warm here.The birds say miss me, missing you. No better things to do. I'm more. Why now you just find me as sweet? As sweet as our star from the tide. 干嘛不吹了？先来一个勇士的告白。勇士的告白是来不了的，只能来一段恶龙的突袭了。那不行。这一大清早的，你抱着电话干嘛呀？抱着它就能响啊？谁说我抱着他？我这是擦，我擦的方便。嗯嗯，不是，你说这个素年，这素年怎么也这么没数了？到现在都不给我回个电话。久别重逢，良辰美景，谁给你回电话呀？他们不给我回电话，那你接我电话也行啊，也不接，这是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好像你没经历过似的。好，我不等电话。哦，擦了。嗯。你，我这，哎，没打着。哎呦，哎呦，打着我肾了。小雪，小雪，
苏年哥，吃早餐了。吃早餐。怎么了？你以为我走了？好啦，哄哄你，我不走。嗯，可以，挺好的。好看，好看。给，谢谢啊。你还看看别的吗？哦，不用了，不用。那我把这些都打包了。打包？嗯，这位先生刚刚已经付过款了。我没说要买啊，你怎么把钱给付了？你穿着好看，就都买了呗。我穿着好看，你就都买了呀？啊？好啊，那你可别后悔。这个也要吗？稍等。哎哎哎！别说了，别说了。怎么了？我可没后悔啊。我后悔了，我后悔了，信不信？你这个是要清空商场的节奏呀？我看这好像还差个包。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习惯了，你就突然来一下，我有点适应不了。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给你花过，所以才要补偿你啊。那，你换一种方式弥补。什么方式？陪我去把这些东西都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还过不过日子了呀？走走走走。快点。我。这次不许愿了，不许了，愿望都已经实现了。苏年哥，你许一个呗。许什么愿了？说出来就不灵了。说呗，不灵的话赔你一个。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就这个？嗯。正准了？什么意思？想牵就一直牵着呗。你不走了？苏年哥，你怎么变笨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算不走了。从今以后，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就算你赶我，也赶不走我。你放下吧，我承受不起。哎呀妈，您说什么呢？别说端茶了，就是洗脚我也心甘情愿呀。多久了？自
自打知道你们俩的这件事儿起，过去一周了吧？五天，你这五天就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死活不回来，怎么了？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母亲吗？妈，我这不是得做好心理建设吗？听听，你回自己的家要做心理建设。妈，我这不刚回来吗？又没有工作，街坊邻里一打听，多给您丢人呀！所以呢，我就迅雷之势找了一份拿得出手的工作，无现金，待遇优厚。等一切安顿好以后，我才陪回到您身边。孝敬，说的倒是挺有道理啊。安顿好了，你安顿到哪儿去了？跟人家还没有定亲呢，就搬到人家宋年家去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呀。搬回来，今天就搬回来。阿姨，我觉得吧。你觉得什么？我觉得应该先把我和小雪的事定下来，等名正言顺之后再说其他的。还是素年说的对呀，你看人素年多懂事儿。哎呀，哎，咱应该跟老郑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他们的婚事定个日子呀。哦，对对对对对，得定日子呀，还得订酒店呢，这酒店最难定了，半年起。还有婚纱什么的，结婚照还都得。哎呦，还有请柬。你说你，哎呦，都得早准备呀。这老郑，老郑。老郑，老郑，温馨提示：每周必须回家吃饭六次以上，如不达标，后果很严重哦。我妈这也太过分了吧！我都多大了呀，还跟未成年人似的管着我。还不是因为你之前天天不回家，阿姨现在这是强制增加相处时间。我不回家，怪谁呀？先听他的，等结婚了想干嘛干嘛。又在这跟我瞎闹，整天迷糊。你都把人家睡了还想不负责呀？郑素年，你不要天天跟我眼前相连，快去给我收拾东西，我妈让我今晚搬回去。你不是马上要去苏州培训了吗？先跟阿姨说，等跪着再办。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这么大的事儿没跟阿姨说，那等她知道了，不提直接炸了？这事儿吧，我交给我老爸了，炸不炸的，看老头你说。你给我出来！你躲在人家算怎么回事啊？我不出，有本事你别在人家门口嚷嚷。我不嚷嚷，我不嚷嚷能行吗？刚回来的闺女就让你给我放走了，你给我出来！什么叫我放走了？人家单位有事，人家单位有事，我就传个话，你冲我来什么劲呢？你倒是早告诉我呀！你告诉我，我不就有办法不让他走了吗？你给我出来，咱俩回家说去。我不出去，我就老郑这住了。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家自己反省反省，为什么所有人都跟你处不到一块儿去？哎呦哎呦，快出来！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说一遍，你让我说我就说，我就不说。好，你说你跟我过不到一块儿是吧？你别回家，你永远的别回来，你住在他们家吧，就在这儿过吧。你不讲理呢，这！我告诉你啊，你别后悔，以后我就在老郑这儿过了。你别拦着我，我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我去，哎呦。要不然我还是送你吧。不用了，太折腾了。等我到了酒店就给你打电话。那你上车了给我发信息，到了也发。打车给我发车牌号，
不能打黑车。知道了，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会照顾好自己的，放心吧。嗯，那我走了。这副表情啊，我不过就是出去几天啊。小雪，记得多想我。每天都想。小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从你出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越长越漂亮了。快坐，哎，哎，康阿姨，您怎么知道我来苏州了呀？你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来苏州出差了，她不放心，特地让我来看看你。哎，康阿姨，您在这边工作还适应吗？文秀院不是挺好的吗？在外待了那么多年了，总归是要回家的。你爸妈怎么样？还好吧？哎，挺好的，就是老催着我结婚。啊，你呀，是该结婚了。不过康阿姨也催不着你，自己就是一个老大不小，快40岁了才结婚的人。谁呀？人怎么样呀？人挺好的，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是一个历史老师，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他挺好的，对我也不错，后来就决定结婚了。能把我们康阿姨追到手的人，一定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什么厉害不厉害，别光顾着说我，你呢，有没有找到那个陪伴你的人呢？是不是素年啊？您怎么知道呀？就你当局者迷，康阿姨可是早就看出来了。你都不知道，素年看你的眼神啊，满眼都是喜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素年跟他爸爸很像？嗯，都是那种闷闷的，不爱说话。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很执着。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幸福。他们的眼里是没有杂质的，一生一件事儿，一生一个人，认准了就绝不回头，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就光顾着说话了，我们边吃边聊，尝尝这个鱼。
苏年哥，你以后别来接我了，怪麻烦的。想见你，一秒都不想浪费。那以后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带上你。行啊，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总会有看腻的时候。那我们就试试啊。苏年哥，我有事要跟你说。娶我吧。你总是抢在我前面，你是不是放走了？不可能啊，我刚刚听着是他们俩动静啊。这上面都是我们以前的，我们现在的，我们未来的，我们小雪，我的生活过于简单，但有了你，就有了全部的精彩。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但打你出生起，就一直在逗我笑。我画这些画的时候才发现，我开心的每一个瞬间都有你，我希望我余生的每一个瞬间也都有你。小雪，嫁给我好吗？答应了，可就不能退货了。我就没有想过要退货。以后要是说起来，就说是我先求的，好不好？咱俩一片苦心，终于修成正果。咱们俩呀，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哎，你那个合约女友呢？快到期了。爸妈。哎。哎，叔叔阿姨，你们怎么都在啊？嗨，我们这是闲聊天呢。哎呦，瞧这亲密劲儿的，什么时候办事儿啊？啊？我们可都盼着你们的好消息呢啊！是啊，我妈咋了？我可没气你妈，是因为咱这要拆迁了，你妈觉得
住了这么多年了，舍不得。没事。是啊，你说咱们这几家，住了这半辈子，可说拆迁就拆迁。我这心里，这不是滋味。谁说不是啊？反正以后我下班了，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跟你们想饮酒节，想聚就聚了。李姐，你就先别帮我弄了，你们家都没收拾呢。哎呀，不急，我先帮你搬完。你说咱们老姐俩啊，一个胡同住了半辈子了，临了还要分开了，可不是嘛。哎，你以后可要跟我常来常往。放心吧，我没事肯定去找你，我见不着你我想都忘了。哎，大妈，刘大妈，妈，你回来了，这么早就搬啊？哎，家里东西多，孩子上班又没时间，我就先收拾着。你们家没搬吗？我们家还没开始收拾呢。还没收拾呢？哎呦，那可得抓紧啊。哎，那你们先收着，我先回家了啊。哎哎，拜拜，你大妈，你大妈，哎，回见回见。爸。哎。就是有点舍不得这儿。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别家都在搬家呢，我们家什么时候搬？你妈说，咱们住到最后一天。我妈这不是要当钉子户吧？没有，你妈就是想住到最后一天，能和这个胡同告个别。你说，我妈别魔怔了。魔怔好长时间了。在一别纪念的日子里，简单。